经开始爬山了，家人们救命啊，走不动了。我买那个罗森的第二瓶半价，就买两瓶，一瓶才4.4块。睡了，我把他叫起来，我说别人定了，是吧？他没有睡，他是刚进去吧。我说你不能继续在这里，我说要睡了。好，你们这儿房间还挺多的。你睡两个标间，两个大床吗？我一个大床。他们全两个睡标间了。他们几个？两个大床，一个标间。掰的时候使点劲儿，使点劲儿啊！好，不是你掰不开，使点劲儿。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。这是早饭，面条吧，早上只有面条。这个面在军人超市。那肯德基可能就。是这雪山这漂亮吗？你带我走我无法逃脱花的迷香，你说我身体不一样，喝椰子水，我就要回到了地方。这个坡也太陡了吧！这什么呀？这还没到绝望坡，这是干嘛？我根本一点爬山也爬不动。我现在还有力气拿手机出来拍，等下我就没力气了。二个就要瀑布，假人猛不用下吧，找个石头垫一下。手架摔坏了，屏幕摔坏了。来，兄弟，兄弟，来，在这儿休息。我已经结冰了，大家是得买双防水袜了。现在生火了，
问他怎么那个怎么自动那个。要把我的拿过来吗？有狗吗？啊、哦，那你先站过来，站好等他，咱是待照个相，是狗喂了。来，好不好？你咱得太根本，一整个也爬不动了，怎么全是爬升呀？全是爬升，你看下面。OK 了，不对劲，我要翻过前面那座山，要翻过前面那座山。已经到雪地了，好累呀、啊，其实也还好。看喷泉，快到山脚下了，马上要开始爬了。好累呀、啊，再也不重装了，哎，再也不重装了。又吃多了，又吃野东西。哇 ！Say hi。Say hi。哇！你把我的来脏吗 ？OK。再也不想徒步，再也不想徒步了。我还以为只有一只呢。给他录个视频，他才是这儿的主人。是的，我是真的不敢他这么操作。
再开始，就直接开始吧。好，开始，对海接一下。OK。准备。